这么美的画面，真的很棒。那我觉得说我们推动水墨真的是有意义，是值得再推广下去的。谢谢所有的来宾，谢谢所有的。都会问我说为什么要办这个比赛，我告诉各位，这墙上有写的杨胜安的，因为杨胜安第一次参加比赛竟然拿到，叫国务机关管办的，竟然拿到水墨画全国第二名。当他拿到那个，而且给奖金是10000元。哇，几年前哦，十几不止了，不止了，高中啊，20年前，1992，刚好22年。结果他回来就跟他妈妈报告说，我现在的画作已经很值钱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因为得奖哦，引起他的兴趣嘛，再来又希望比赛拿到全国第一名，那个真的是雄心大发啊，就尽量画作方面也非常非常努力，所以我感觉这个样子很有，所以我就办。办一年两年以后，看到小朋友一年画的比一年漂亮，一年比一年的认真，哦，所以我想说办看看，没有想到办了10年。有人在问说是不是到什么为止？跟吴董事长跟我讲说，最好的 APP 就来机场展览，但是能不能 APP 都行啊。那模特站起来呀、啊！啊，你站，好、啊，也做了，好、啊，那个司机，好、啊，因为还有很多的东西，啊，灯号很多，真的，这就是一种文化。那最重要，我也是希望说大家给年轻人多一点鼓励，像这些来参展的一些小朋友。